下雨了吗？这么早回家？对，下雨了，外边下雨。李哥，今天搞到好东西了。你吃饭没有？昨天不是说下午四点才鱼？他是他我看手机呢，下午才有鱼，结果他上午就下了。上午的时候一直下的毛毛雨，后来越下越大，越下越大，就没办法。刚吃完是吧？刚吃完，吹会牛，看会我直播，看看今天的庄子怎么样。今天又搞了个大卧庄，大牛庄，开始降温了吧？冷啊，一下雨就冷了。要午休的是吧？那你赶紧休息吧。还午休啊，真的是。习惯性的午休，我不午休一会儿也不爽，是吧？我也是刚吃完饭，刚吃完饭，我说播一会儿吧，先瞄一眼，是吧？那你就稍等我几分钟，我把这颗庄子给它修出来，行吗？今天我又搞了一颗大锅庄，跟你上次跟那个不午休不够精神，跟你上次收那个大庄差不多，不过没有那个庄子大，比那个庄子小。我今天我还搞了一颗非常漂亮的鸦雀全冠的，还搞了一颗非常漂亮的雀梅，不过我现在正在，哎呦，我操，剪了一刀。我现在正在剪这个庄子，那是好东西，对。你看我作品那个全冠的，今天也是今天搞的。我现在正在剪一颗庄子，也不错，等会儿就出来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它有点前面这个出枝有点粗了，然后。那个就是我得给它剪掉，剪掉以后给你们看，这个庄子不修出来看不明白，修出来以后才好看。今天我去的这个地方庄子还行啊，就是都是不是特别大的东西，又搞了一个大窝庄带报时的。今天作品的小全冠目前还比较流行，哎，那种全冠，来我给你们看吧，这种全冠可遇不可求的。全是鸡爪，全是鸡爪，看这个，全是鸡爪，没卖出去，没有，没人要，260，他们都觉得贵，我就没卖。我要260，他们都说贵了，然后就没卖，我就回来卖。这么漂亮的鸡爪，这应该是抢手货，价格没谈拢，260没人要，我就没卖。然后先一颗一颗看吧，东西都不错。接下来看第二颗，咱以东西来说嘛，是吧？没办法，他这个牙缝货。看这颗，这个庄行不行？这个庄漂亮吧？看到没有？看这个水线，肌肉感特别棒啊！这个小出枝，
小厨子，看这个小厨子，这个也是个小厨子，跟盘特别棒，这颗也特别棒，后面石头里边挤的。来看这个，这里边石头挤得特别漂亮，水线特别棒，后面前面几个沙口不误，我们沙口碳化一下就可以了，沙口碳化一下就可以了，那地方它没办法。沿着包边过去的东西，对，这个必须的，这个跟盘特别棒，这个桩跟盘特别棒，这个跟盘特别平，它这个尾巴。来，哥哥有没有喜欢的？没有几颗桩啊，还有这颗，这颗也漂亮吗？锡箔纸伺候，那必须的，那必须的，我刚给它剪掉。看这桩，裁错桩，看这个，这个这样，这个是80的，这个成型快，必须的，这个东西今天东西都不错。还有这个，这个装跟盘，这装头棒不棒？装头棒不棒？这个也很棒啊，这个。这个也很棒，这个150的，这个来还有一颗，这一颗是230吧，这颗也很棒，跟盘也很棒，这颗也不错，是吧？这颗也不错呀。我再给你看看可以的，我再给你看看可以的。哎呀，大拖根，大拖根，来带报时。装头又漂亮，这个可以不可以啊？这个大窝装可以啊，就这个，这样就这个大窝装。是吧？这个就这个大卧装，这个可以吧？这个才是今天的靓仔。你有一个，我知道你有一个。这颗是880。这颗没人要的话，我就自己摘了这颗。
这颗是880的，你有一颗我这里那个没有这个牛，反正你那个比这个牛，你那个比这个大。280差不多，大哥，280，你有多少这东西，你都给我拿来，我全部给你收走，然后回来卖680。